又一个要处理的家伙。皇室的森林看到了自由，听见了。摆过来吧。玩装逼，把你闪现给搞了。我记得侠都发挥，这是计划里我唯一能想起来的。你不用加点人。他们要来会一会我们。这惊恐万状，我不会有半点惬意，我感觉正好。对于人类来说，魔法是力量，魔法是水，是空气。呀！妈的，被单杀了。我操，帅啊！我总是会过界，不只是
跳舞的时候。这皮肤还可以啊，原画丑了点，但感觉进来感觉还可以。我要把这里烧成废地，再把它重建起来，我就能再烧一次了。视野全部给你压榨掉。人类说的魔法，我们把它叫做生命。我的皮肤还好吗？好极了，我刚才还有点担心呢。难道废了？难道没优势就废了？我不需要什么安全。宣布他们才是主，还有垃圾盖得上。干嘛？很久以前，我们在山坡上跳舞，就像现在，就是。这里有个眼。
其自然你会发现和一直也一样有趣。老子水血怎么开我啊，去开炸弹人啊，别开我。不是要被单杀吧，你这不是人啊。你奶奶人类觉得信任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，可其实认真对待信任，这就三分之力了。也自有狂野，也是人类看不到的目的。走进场中，跳进舞台，大家一起摇摆。哎，他这个 bug 了呀。
没闪了。我觉得我的盟友们并没有领会到我的披风有多棒，真是太帅了。我的舞姿好看的要死了。家人为伴，还有值得献身的道，这就是我。哎，这传送门。我是不是要跑起来？好吧，我应该跑起来。我看见了，心里也很冷，我们去找人打架。又是一场危机，值得庆幸。我要提前发挥。我有些坐不住了。
龙怎么被抢了？我操了，飞雷神啊！我龙怎么被抢了？